我想要买那个这两个黑糖的吗？这两个黑糖的。然后两个这个。两个。然后再两个这个。再一个这个，这个再一个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哪一个是全麦的？那我再一个全麦的。你自己上我冰箱了？你自己上吧。啊？这个馒头一包都是45块。七八，一包45块，你算好了。一个。七包。一包45块。你看一包好多钱？啊？一包好多，一起好多钱？我点了一包45块，对，七包好多钱？你自己算。七包一包45，七包七四36，36再加36，等等我一下。